好，今天的外套其实从去年就开始卖了，那今年又再一次的帮大家定制哦，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外套，它是一件帽 T 外套，那大家都会喜欢的版型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基本款哦。但是呢，它这边是做防脱水材质哦。好，帽子也是防脱水材质，它是在简单中带一点素材，简单中带一点防脱水的小巧思，有没有？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那妞妞呢，本身喜欢穿比较合身，所以我就是穿 S 码的就可以了。那这一次呢，今年呢有帮大家出到 SML， 所以呢是 OK 的，大家穿都是可以的。卖场上去看一下，袖长都是正常，没有特别短或特别长。那尺寸这一次有出，有分码哦 ，SML， 所以你有喜欢的，赶快去挑你自己的尺寸，这也是非常非常夯，而且现在都穿得到的衣服。好哦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工非常非常的细哦，而且这在外面买不带到。来，有没有看到？你说我没有防水，当然不是整件防水，它只是部分防泼水材质。然后你看一下，这是用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扣子哦。好哦，非常非常好看。那这件。